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こんにちは，我是 Ruby Ruby。回归外地也两个月了，不仅上游戏精华，也开始拍摄 Vlog 影片，后续也会努力生出不一样的企划出来。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内容或者建议，都欢迎留言或私讯给我哟。而这支影片就是 Vlog 影片里头的裸网片段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今天有空才要出门的吗？我没空，以后都没空。好烦哦！你在暴躁什么？你在暴躁？我头发都绑不好了，妈妈。让你妈帮你绑。对。然后我妈绑都会变凤眼。绑很高。对，绑很高，然后绑很紧，然后我会跟眼睛会眼睑会拉到。对，眼睑会拉到。然后跟我妈说不要绑那么紧，我妈也说不要绑，不绑了，然后我妈就走掉。然后我就觉得啊，什么？留下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，受不了。为什么他那么胖？我也不知道，而且他因为是夜行性的，所以他现在在睡觉。嗯，就是你梦寐以求的。没有错啦。你还看到一个难得一见的。对啊，他在洗耶，洗刷钢琴。就是很难得一见哦。对啊，很难得看到嘞。他其实头长得蛮像香菇的。你是不是又饿了？我又饿了。而且他还倒着游哎。对啊，是翻肚游，很可爱。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去左边的时候就会把肚子翻过来游到右边，然后再翻正游回左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像是电动的，有程式在里面。工作人员，打工仔，打工仔。要来到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。哦，很不得了，我跟你说，比买纪念品还要过分。这个地方就叫餐厅。还没进来，我就闻到好香，好香，意大利面味道。好饿，好烦，受不了。看到一个让你呕呕叫的东西。对，就是国王企鹅，然后它现在长得很像国王企鹅刨冰，可以看一下。就是说，我们在勒他脚，他有够拽，对，他超可爱的，看着人类，我们也看着他，可爱。你有发现吗？他们有个溜滑梯耶。对啊，但是他们不愿意溜，没办法。还没有人示范，那不会，你示范一下。不行啊，我也想啊，我去后台换个泳衣。现在已经。走不动了，走不动，又饿又热啊，又累的。很想当企鹅，很想当企鹅，当企鹅好像蛮爽的，吃饱饱，游来游去就好了。就可以用你讨厌的红豆。但是它是柠檬蛋糕，我要生气了。因为我不喜欢吃酸的东西。那东西长得就应该是蜂蜜蛋糕啊，为什么是柠檬？但是铜锣烧我会吃，铜锣烧是少数我会吃的东西，因为它是蜜红豆，所以我比较能接受。好可爱啦！哦，它是刺绣别针，哇，它好像没有鲨鱼了。哇，它都剩海产嘞，不是海产啊，海产，你把这当成是草店是不是？只剩下草类们，是吗？它草类吗？看不到去了。哦，海阔鱼啦，海阔鱼。你要买什么？虾饼。水族馆买虾饼。对啊，不错吧？可以，看起来蛮美味的。对啊，它是四鲜嘞。OK 啦，蛮像啊。旁听起来啦，旁听起来啦。再不吃我就晕倒了。对，再不吃就真的要去了，快要去了。我们去看一下娃娃。
因为娃娃的话，主要看一下有没有鲨鱼啊，鲨鱼类的。鲨鱼类的话，我就比较心动，会想买。哎呀，这盒子有点太小哎，这个我不行。这感觉比较适合给猫玩的，就上面撒一点猫草，然后给猫玩。没有鲨鱼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可能金鱼、小丑鱼，企鹅，就是没有鲨鱼。没有鲨鱼。对，鲨鱼的话，就只有刚刚看到一只小小条的，可是我不喜欢呢、啊，我喜欢大鲨鱼。那你买完单之后，你要看到什么让你兴奋的东西？小钱包，天哪！而且它光螃蟹就很可爱了。还有螃蟹哦，鲨鱼，后面还有金鱼。对，这个是红鱼。可是因为我没有用小零钱包的习惯。哎，多少钱？150块。其他地方有你有看到这种的吗？是没有啦，但是我怕买了我用不到它，很可惜。我们要审慎思考。还是买个龙虾之类的。确定呢？确定呢？这不知道该在。Sit down, please. Sit down, please. Sit down, please. 不要，不行，不行。对，我们要花在我真的需要的地方。它算是喝下去是清爽类型的奶茶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喝奶茶，有时候它奶太重啊，感觉。对不起，我突然觉得我在开车。我们现在要来买道具。对，买道具，而且是非常非常之临时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想到要买。而且是昨天半夜才讲的。半夜才讲的。半夜才讲，半夜两三点、一两点都讲。哎，而且我要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小助手竟然回答我说：“情趣用品店应该有吧？”你要买什么？你自己讲。我买的是一个非常。小孩大人都可以用的一个道具，我不懂为什么他跟我讲这个情趣用品店。你先说你要买什么东西？我买兔子的发箍啊。大家评评理，兔子发箍，你是不是马上想到兔女郎头上那个？超下流。是不是在情趣用品店有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是很健康频道哦。有时候他奶太重啊，感觉。不要瞎掰好吗？你好，很健康，很健康。对不起，我错，我太龌龊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西门町要买。对，我们终于到了。我是你是要买还是要租？买，因为它蛮便宜的了。我想说那就直接就买了。要买几个？买一个就好了。你也要吗？你会不会入境？晚上回家可以自己玩，不行哦。不要，无聊。然后房东太太吓到，不要这样。很多面具，买这个了，买这个了，这不错啊，这不错，兔子嘛，有你的需求吗？而且我也想说，今天就特别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爱的可以哦，有了，在上面，它还有一个是有红萝卜的，你要买红萝卜的吗？有红萝卜好像比较可爱，买红萝卜好了。我挂不到，你挂得到吗？我可能挂不到。等一下再挂。我把摄影机放下再挂。所以你要什么？你要哪一个？可能白色比较好吧。白色、就白色。好了，就这个了。因为毕竟今天的小企划，白色应该比较合理、啊。好。好，就先这样。大家拭目以待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还没订阅的不要忘记订阅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按赞分享，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